咏春实战技法组合。我们踩脚也学了，蹬脚也学了，接下来把它们连起来训练。当对方低扫腿时，我们用一个踩脚，踩脚落地时紧接着一个蹬脚蹬出。动作熟悉之后，也可以尝试踩脚还没落地就蹬脚出去，多多练习，这也是一个实战的实用脚法哦。